真的、啊、就是刚刚那首歌叫什么名字？哎，大家，我觉得大家就是都没有在听，有人会知道吗？波浪，波浪，我刚刚听到波浪，我觉得应该是波浪，还是海浪？还是海波浪？还是好，那给你喊一下。因为这题太简单了，不然你先唱下一首再争好了。这只有两个字，那我们先连唱三首，然后再抽考。欸、好。好，但是还是可以发一下贴纸啦。你要下来吗？还是我放在这里。是他。你不能被我影响，想发就发。分下去。然后顺便就来介绍一下下一首歌，所以大家都知道。兔子老师，你是不是想要？你可以帮我发吗？大家都知道选举近了。哇！然后我们下一首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平常生活可以付出行动，不要当一个在网络上的键盘魔人、键盘手。下一首歌叫《假掰文青》。对，不要当一个假掰文青。有听到吗？下一首歌叫做《假掰文青》。好，那我就先开始了，各位。希望大家都可以走出来，不要当一个假白文青。小确幸，昨天晚上和朋友去了一趟昌平，明天想去配一副新的黑框眼镜。失去。
希望大家都一定要去投票。